沙瓦迪卡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泰通年冇格仔。咁大家上次仲记唔记得我介绍嗰间七岩嗰间亲水区 resort 啊？一开门跳落水嗰间咧，咁其实里面仲有一间 cafe 嘅。咁喺呢一集我都会介绍埋俾大家，之后再带大家去一间有七彩颜色嘅草嘅 cafe， 而家喺泰国都系好红嘅一间 cafe， 大家万勿错过啦。好，影片开始之前，记住大家 follow YouTube， 揿埋右下角嘅铃铃，揿个全部，咁一出新片，大家先收到通知啊！好啦，去片啦！咁其实呢座位咧，大家唔怕热咧，就可以嗌杯咖啡啊喺度饮嘅。其实我坐喺度咧，而家嘅感觉又唔系好热，因为佢有风啊。大家睇下有风，睇下嗰度啲帐篷都摇下摇下，吹埋嚟啲风咧都比较凉爽，又唔会太热，我觉得都 OK 喎。因为我习惯咗泰国嘅生活，就觉得唔会好怕热，反而惊冻咁样咯。咁啊入边如果怕热咧，就坐入边咯 ，cafe 就有冷气咁样。对住个湖嘅，咁啊对住个湖出边咧就可以有个码头仔俾你影嘢咯，影俾大家睇下。好啦，這個就是個碼頭仔啦。碼頭仔可以很多時泰國人都喜意打卡啊，找這些地方。這個碼頭仔是幾靚嘅，同埋啲木板都好實淨啊。但我如果嗰啲荷花可以企喺嗰度影相就最好啦。但係呢度冇，係布吉有一啲咧荷花好大個，俾你坐喺個荷花影相。但係呢嗰啲細啲，同埋應該係坐唔到、企唔到落去嘅。係啦，咁啲環境啊，對住河邊啊，係好舒服嘅。呢度係位於七岩嘅地方，喺泰國住嘅朋友啦，或者係未來飛過嚟嘅朋友啦，都可以過嚟呢度入住下呢啲地方，真係幾舒服。淨係過嚟 cafe 影下相，飲個咖啡都 OK， 可以入嚟影相嘅。有興趣大家跟住我泰通年嘅行程就可以去呢啲地方噶啦，享受下呢啲咁嘅泰國嘅環境啦，係啦。大家好，咁啊而家咧嚟到一個華欣嘅一間cafe 啦，呢間 cafe 叫做 Manbury House， 咁我哋入去睇下個環境，因為佢而家有啲好靚嘅五顏六色嘅草啊，想入去睇下究竟有幾靚咧，大家跟住我入嚟啦。哇，咁一入到嚟咧就係有啲木橋仔俾你行啦。左右兩邊都好多草種喺度嘅，咁大家見到前面已經係好多五顏六色嘅染料嘅草啊，好靚啊！沿途有啲咁嘅信箱，全部都係白色嘅小白屋為主啦。咁啊好犀利喎！今日星期一啊，好多泰國人啊，好似唔使翻工咁，都過咗嚟影相。呢啲小白屋幾靚嘅 ，cafe 裏邊就係咁噶啦，大家睇下，呢個就係 cafe。Manbury Home 就是這一間，其實有幾間幾間屋都有座位的，這裡就是買咖啡的一間，很漂亮啊，窗口那些窗口很有趣的圓咕嚕，然後可以這樣攝出去，鏡頭拍出去幫人拍照，都頗為特別的，這樣拍照片可以坐在這裡這樣拍，隔住個圓形咁影張相係幾靚噶。其實泰國人設計嘅 cafe 真係好靚噶，而且泰國地方比較大，可以模仿好多外國嘅環境。外面大多數都係一啲小白屋，門口仲有啲白色嘅窗紗，仲有唔少泰妹專門著白色嘅裙過到嚟呢度影相噶，所以呢一度非常之多視覺享受啊！泰國地方非常之大啊，好多山啊，又有河流啊，綠油油嘅地方特別多啊，所以佢哋泰國本地人揾呢啲地方開業啊，唔會難度太高噶，而且呢啲山卡拉嘅地方租金比較平啊，咁就可以做到佢哋想要嘅效果啊。最重要嘅係有打卡位，如果泰國人知道呢度有啲新嘅打卡位咧，無論幾遠啊，佢哋都會揸車嚟幫襯，飲杯咖啡打個卡噶。其實呢啲係人造草啦，
全部都是噴上不同顏色的草插入去泥土，營造一個氣氛，咁就吸引到一班顧客光臨啊！泰國的咖啡就是咁樣做生意噶啦。泰國人唔會理咖啡的食物有幾好食，杯咖啡好唔好飲，最緊要有打卡位就衝過嚟幫襯噶啦。因為太多太妹啊，要有最新的打卡位放上 IG 啊嘛。我哋都是咧一支支咁嘅竹啊，其實啲竹。草咁啊，跟住染曬啲色咧，一束束咁樣插落去咯，擺曬種喺啲泥度咁啊，俾人哋打卡咁樣，即係好開放嘅，咁啊俾你哋飲咖啡都入嚟可以打卡。所以泰國人咧做生意咧比較係大方，可以話佢哋大方，但係就冇乜點計較嘅。咁呢啲就比較好啲咯，有啲就唔係嘅，有啲都比較現實啲嘅。各有所需啦，係咯，可能個老闆有錢咧。Need somebody to heal, somebody to know, somebody to have, somebody to hold. It's easy to say, but it's never the same. I guess I kinda like the way you numbed all the pain. Now the day bleeds. 咁嘅圓形嘅窗口啦，咁啊幾靚嘅，其實影相啊都好多地方打卡啊。而家咧好多泰國人咧，喺呢度又係全部啲泰國人喺度等影相啦，行緊過嗰啲彩色繽紛嘅草啊，咁啊企喺中間影相係好靚嘅。沿途仲有呢啲地氈啊，坐喺度影相，唔怕曬人喺度飲咖啡，打張卡都係唔錯啊。行到呢度仲有呢啲網床，係啦，有啲網床俾人打卡。咁啊，對住啲彩色嘅草啊！而家喺泰國開間咖啡啊，少個打卡位都唔掂啊！一定要咁樣先可以吸引到啲人嚟幫襯啊！如果唔係，真係冇辦法經營啊！咖啡店咧，裏邊仲有幾間小白屋，其實啲座位都幾多噶，而且嗰啲座椅啊，仲有好多小動物嘅圖案啊，都可以同佢影下相啊！好多女仔喺度打卡啊，好多泰國女仔。忽然间去到呢个地方，呢、这个圆形窗口，成个望远镜咁啊，大家觉得似唔似啊？好似我喺度偷窥、偷望紧出边啲女喺度影相咁。大家认为呢个似唔似一个偷窥镜呢？好啦，成间咖啡啊，影晒俾大家睇啦。大家觉得值唔值得去呢？或者觉得呢个咖啡靓唔靓呢？可以留言俾我。好啦，如果大家中意我呢条片，就 follow 我 YouTube， 揿埋右下角嘅铃铃，揿个全部，咁一出新片，大家就收到通知噶啦。记住 share 我啲片出去啊，同埋揿个铃铃，同埋个全部，有新片先至收到通知噶。所以大家唔好成日话收唔到通知啦，因为你哋冇揿个铃铃，同埋揿个全部。好啦，今集讲住咁多先，下次我哋再经过。记住睇通年冇格仔，靠本级，拜拜。其实最近泰通尼遇到一啲令我好唔开心嘅事情，有时结交朋友付出真心，但系对方从来未对你认真过，最终伤害都系自己噶。因为重新认识一个朋友都要付出时间同金钱，相信大家都遇过，无论友情啦、爱情啦，都会发生过噶。我哋冇必要去伤害别人，亦都要冇必要被人伤害。泰通尼自己一个人在外地打拼，这个地方就教晓我凡事不要那么认真，最好都是要保护自己。现在我真的明白到，一个人越大越成长，越经历得多，就会沉默寡言。多谢大家，靠半级。